在吐蕃时期的这个碑啊，以龟符作为碑座的这种形制，还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制。我们发现温江多遗址核心区的面积大约有7万平方米，在这个核心区域的四角呢，有四座体量比较大的夯土石基的这样四座佛塔。它具有吐蕃大型寺院的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，就是中心是佛殿，四面有四个大塔，然后周围还有围墙把它环绕起来。